通吗？我也不知道，都有可能、啊。那可以用吸管吗？所以就变成就是要找他来弄啊。啊，水盘你用不到？用不到了，上次我不知道怎么弄，就成功了。没有啊，上次也没有弄。那给我用啊，我就可以成功了。那你可能，我就只能你先去找个保个险之后。然后过一年之后你再用，不然他会说你保险是为了诈骗抢劫。